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，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希伯来书七章二节。亲爱的亚伯父神，天地的创造者，你伟大而奇妙的美名是配得尊崇和赞美的。你是耶和华齐根路，我们的正义。你是耶和华沙伦，平安之王。请宽恕我们的不义，时常忘记信靠你。我奉耶稣的名祈祷，请赐予我们如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并在香港儿女们的生活中运行。愿我们无论身在何处，所做何事，都走在正义的道路上。主啊，离了你以后什么也不能作，帮助我们面临每一个困境下仍然信靠你。我们坚信你的应许，让我们生活在平安中，将生命全然献给你。我们要宣告你在香港掌权。主啊，我们感谢并倚靠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